中英区伦理会王安梅0907。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中 A 区伦理国际同济会第二届、第三届会长交接典礼开始。会长交接，现在进行印信交接，请第二届会长王子龙会兄、秘书长王雪红会姐、财务长黄文忠会兄以及即将上任的会长陈凤如会姐、秘书长张佑涵会姐、财务长廖文婷会姐请上台，恭请总会长上台监交，请各位来宾以最热烈掌声欢迎总会长上台。印信交接，配挂职务肩带，请总会长为我们配挂职务肩带。总会长由卸任会长身上将职务肩带卸下，改配挂到新任会长身上。现在请总会长由卸任秘书长身上将职务肩带卸下，改配挂到新任秘书长身上。请总会长由卸任财务长身上将职务肩带卸下，改配挂到新任财务长身上。我们恭喜这新任三长。再来进行的是总会长颁赠，请总会长为我们卸任的三长配挂功在同济功勋奖章。现在请总会长为我们新任三长配挂任重道远职务勋章。现在请总会长与我们新就任三长手牵手心连心，一起为我们伦理会的未来打拼加油。好，谢谢。会那个安梅对不对？好，安梅会姐哈，跟刚刚两位比起来，很明显的声音就会比较干净，声音就会比较明亮啊。包括呢，整个议程，包括用词都很正确哈。那我们中A区如果需要的话，找你做小老师哈，协助指导一下。好，下一位。